哎，嫂子，样的，我看你说是不说。腿短短的，跑得还挺快的嘛。人呢？不是我跑得快，是你胳膊太长，给我悠出去了的。嗯，你说，嗯，好，你一天到晚在我旁边鬼鬼祟祟的干什么？我什么也没干，我就溜达玩儿。说不说？我就溜达玩儿，我是没什么干的。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找死你！我真啥也没干，溜达玩儿。啊，我知道了。是不是那个长贵的在我后面说了什么坏话啊？啊，你多想了。我说，哎呀，你说是不说啊？怎么他啥都没说，你让我说啥？啥都没说啊？不可能！哎呀！你就从实招来，姐姐给你点好处。你别闹了，不可能。姐姐说，可能。就是，其实你给我什么好处，我也够不着。不可能。真的可能。你。怎么可能啊？就你一米几？我也不过就一米七八。一米七八呀？嗯，不可能，我还两米二呢。哎呀妈呀，你要干嘛呀？你自己拉倒。那这么说，有可能。那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那常贵说了什么？是常贵让我跟着你，看你跟别人有事儿没？哦，真乖啊！等着领奖品啊！啊，你行啊！你想要些什么呢？我不挑，就我这个头，你给我啥我要啥。那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呀。感觉我在你身边了吗？啊，我都闻到你的气息了耶。那我们一起倒数吧。好的。3、2、1，哇！哇塞，好幸福耶！哈哈。不对，味儿有点不对呢。不对，那谁？不对，还不对！哎呦我天哪，臭不要脸的！你好，啥事儿不？那个，你在干什么呢？我在练习啊。啊，自由的练习舞蹈是吧？对啊。啊，我也刚教完一节课。那个，我给我这帮学生啊排练一个节目，就是《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什么与七个小矮人啊？白雪公主与就是黑马王子的一个故事。啊。可是那帮，我这帮男学生嘛，我能教了；可是那帮女学生嘛，我就有点教不了。他们不会去表达这个白雪公主，就像这个黑马王子，就是献媚的那个感觉，他们演不好。你能帮我演一下子？只是一个献媚的吗？对，就是像黑马王子献媚的感觉。那个再浓一点呗，浓。
的，你这个做的太好了。没事没事啊，那你后来吧，这故事有演变，就是这个白雪公主，就是后来就喜欢这黑马王子，就喜欢的都不行不行的了都。后来呢，能不能给我演他俩就是一见钟情，就是他俩一相见就是他俩在一起就是干柴烈火。没问题啊，你说那干柴啊，我就演的就是干柴是吧？对。啊！不行，这边还稍微差点儿，就是白雪公主后来就是一激动。给黑马王子一个激情的一个吻，后来你打还是我打，是你教我还是我教你啊？就是说故事情节这么就赋予这么一个情节，啊，你再来，那我干柴来，那你等我一会儿啊，我就一碗我吃两片先。啥玩意儿？我怕我受不了。我来，这回你再来，这回来啊！激情的一个吻啊！叮叮叮！什么？我还有呢。那实在不行，这么的吧，老妹儿，那你把手给我来。我亲的是我自己。那到后来就是说，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你在这来这么长时间了，你长那么漂亮，就是我喜欢你。刚才演那个，其实你就是那白雪公主，我就是那黑马王子。就我怎么劝你？求爱你才能答应我呢，你没发烧吗？我有用什么方式啊？你当然得跪地了。小妹是怎么个跪法？怎么个跪法？你告诉我怎么个跪法？我不知道呀，你觉得呢？一般是不是单亲了，不是？行，你试试吧，把我都给整懵了。啊，单亲那种的。对。那过时了，现在我感觉就是这样是最好了，这样是。这招叫死缠烂打型的，这个是。就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老婆，你是不是有些？误会我了呀！哎呦，我的天！五位，咱们的五位啊啊！王八的啊！王八的，那是我们刚刚洗礼了说的吧？上去！克劳啊，你刚才说什么？我说什么？你再重说一遍。你听不懂啊？你重说。听不懂你回答。你重说。我没回答，你重说。一个字一个字重说一遍，我重好好分析分析。你背这个。重说。干嘛？啊？不是，你过来，你重说一遍，你过来。我来说，你过来。嗯。知道爱我爱你怎么说吗？我爱你啊啊 ！Good morning, teacher。那么，老师早上好怎么说啊 ？I love you too。你不问？那你刚才说那一堆什么玩意儿呢？我都没听懂呢，说那一堆。中文听不懂啊，普通话听不懂啊。普通话能听得懂，接着走。
饿不？你问我饿不饿呀？啊。这生日快乐人到你只派了亲亲不能打亲亲可惜了完了啊你不揍了这有点大吓我呀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还揍呢是吗你不还是躲不了吗饿不饿想吃不想吃想吃啥给啥吃啥等会儿吃饭啊你一定要乖啊乖啊我想打你的气卡啊我想吃咱们啊行什么就行啊那你说什么我也听不懂啊我来来自己找呀小蜜蜂呀飞到花丛中啊飞飞飞飞飞飞飞呀飞呀我呢演我师父啊王小丽出列演队长弄个我还戴点帽子吧和你有点区别啊你就演张三好好不好就是孙红雷的角色你演我小版的赵六啊那个美美你演陈七妹哪有那么高的七妹啊没事你一个人可以毁他仨那个萱萱你就演闫妮好在你的乐队当中你再找个小沈阳好小沈阳小沈阳好开始吧好来吧我们角色已经定完了我就演我师傅说好我师傅我师傅那眼神挺不好整的准备三二一张三对目前抓生活作风问题是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他们几个谁和谁有问题看出来了吗不好说三二一开始在现在抓生活作风问题是我们的工作重点是看一看他们谁和谁有事大人第一对不可能为什么长短不齐第二对呢第二对有待调查说得很好你们俩敢说自己没事大人我清白的我他追我也没干呢他怎么追的你不是大人我们是青春年华正常恋爱的哎呀呀呀你别糟蹋青春这俩字了你已经立秋了大人我可不大呀你牙大小样的你俩就敢说你俩没有事啊这报告大人我清白他追我啥也没干说你怎么追的他报告大人他撒谎呢怎么着他说我追的他怎么可能呀他腿那么老长我怎么能追上他呢无风不起浪人家说你追他肯定有原因要不然你就清白一下我看看不可能那你给他往前迈一步给他试一试不迈你快点的你往前迈一步迈一步快点的快点的呀我再调查我往前迈一步一二三好看好了吗看着呢不对一发现了一二三四他们一步能回我四步的你以前分明走五步的我今天个长了叮叮叮好既然没有事以后长大也不许有事听着吗站在你身边的这位小男人你们俩对视五秒钟让我看看是哭呢笑呢大人真的开玩笑我没有那胆儿啊你有那心更可怕大人张三在你是本队最著名的侦破高手看看他俩是否有问题还得调查本官绝不错抓一个好人
但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们这点乱事儿还能逃过我这双眼睛？其实我都不用正眼看你们，我正眼看过他们吗？你也没正眼看过我们。嗯，你俩出来，人呢？落在这呢。哎呦，就看不见。你，我就寻思我师傅怎么演的呢？太难了。你俩出来。你俩对视五秒钟，让我看看。停！想让你俩太不拿我当回事了，在这嘎就想整事。我的大人，他鼻头上有本刺。我看你这还有个钉呢。是。说，你俩到底有没有事？我们没事，大人，我们是清白的，我们只搞乐队而已啊。搞什么？搞乐队。小样，搞乐队难道就不搞对象吗？我们只是偶尔会挑。招了吧？还偶尔？没有，我让我说完。我只是，你在看我吗？看你呢，我用膀胱就能看。偶尔会调调情。什么？调调情。小样，招了，偶尔的调调情。既然都调情了，比搞对象都严重，你知道吗？不是，大人是调情，不是调情。叮叮叮，对，你把嘴里那舌头给我吐出来。这口条也太差了，只是调情吗？只是调情，没有别的事吗？没有别的事儿。你对他一点感觉也没有吗？没有，绝对没有。我问他，没问你有没有感觉。大人别开玩笑了，我哪有那个胆。没有，有那个心更可怕。张三，没有。是调查。好，你对他没有感觉吗？没有。真没有吗？没有。那好，他对你没有感觉哈？没有。你给我转过来，咱们俩对视五秒钟，我看他有没有感觉。深情地看着我，看着。哎，时间差不多了，时间差不多了。回禀大人，他俩有事儿。小丫的，小丫，就你俩在这乱世，能瞧过我这双眼睛？抓着我的手，哎，逃走了，我这人自己给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姐了，没法演。Happy birthday to me， 生快乐，我的生日。哎，媳妇儿，我回来了。你没给我带点什么？带什么？我今天生日啊。哎呀。咱都老夫老妻了，我没买那些玩意儿啊，没给你买花。你就知道钱，那钱重要还是我重要？当然是媳妇儿重要了。真的，别想气媳妇儿啊。你看老公没给你买花，真的我不吹，我媳妇儿从小到大全是花。真的？好吧，那你说说。我们俩小学一个班的时候，我是什么花？班花。那中学呢？中学是夏花。那我工作了呢？厂花呗。老公啊，嗯，来，你知道吗？嗯，自从我嫁给你以后啊，嗯，我就是一颗鲜花。插在你这个牛粪上，你说呢？你得亏插我这牛粪上了，你要插化肥上，你都得烧死了。真的，你别生气。我媳妇浑身上下全是花。好，那你夸夸我。那我这脚是什么花？皮花。什么腰呢？腰花。那我的手呢？肘花。你这个没良心的，你都不爱我了。哎呀，你
别哭了，这一哭脸像麻花呢。那我脸上还有美人痣呢。美人痣那是小孩出的天花。停！你再叫你就露出的是牙花。媳妇啊，我跟你说，老公花都给你买好了。真的？嗯呐。在哪儿啊？走吧。傅哥哥，能抓着我的双手吗？深情地看着我的双眼，然后慢慢地转圈儿。哎呦，我的傅哥哥，你长得太帅了，我就喜欢你这头型。2016年。哥哥，哎，我有句话要跟你说。说说，你的发胶喷太多了，有点。你没摸惯，摸惯就不眨眼。那我呢？小妹，哎，你是海雕还是家雕？我以为是野雕。也可以这么讲，都是野生的。这就是貂皮儿吗？这是纯皮。这皮儿，哎呦，这个有点像我在上象牙山吃那东西。什么？鸡爪。那叫凤爪。凤爪，就是右手少点儿。这眼睛太大了。你怎么不喜欢大眼睛了？哎，不，哥哥，你就喜欢我这种小眼睛。我自从认识你之后，我就特别爱你那双眼睛。是吗？特别有男人味儿。你看我一笑，你知道我睁眼睛是闭眼睛吗？我就是喜欢你这闭着眼睛笑，特有魅力。嗯，你知道我喜欢你哪？我喜欢你的头型。头型？嗯。哪儿招你喜欢了？这两条。像什么？还整个半匹。你咋那么不懂呢？这是现在当今最流行的气质路线，气质头。你这还整个雷劈的缝哈。不演了，回家。我再给你插根避雷针行不行？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寂寞，很苦的未来充满了迷惘，一路磕磕绊绊的走着，风雨中告诉自己要执着，伤心的时候为自己唱歌，歌声中满是泪水和漂泊，一次一次的失败和挫折，才成就了今天的能歌。